什么原因呢？死者死于何物？目前没有看到伤口，我怀疑是淹死的。啊！而且你淹了它会浮肿的，衣服会湿吗？什么叫淹了会浮肿是什么？对不起，这个症状我不太清楚。淹了之后人会淹死之后，对对对，会人会肿。 我们再打开一下吧，我觉得不会没有东西让我们发现。哎呦！哎，他也是割腕自杀的。自杀那还破什么案呀？哦，对不起，不是，就是他也是割腕死的。看一下，哎，刀，小心，小心！啊！右手是刀，左手是伤口。